有的人天生就跟财神有缘，所以不管是赚钱还是工作，总是比别人要容易很多。那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那些生肖出门撞狗屎，赚钱不用愁呢？生肖蛇，生肖蛇一向是一个财运比较不错的人，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他们总是能轻松的接触到商机，而且这个八月对他们来说运势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不仅你们跟财神非常的有缘，赚钱的机会也是不少，工作上你们根本不用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只要你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财源就会滚滚而来。生肖猴属猴的人前段时间总是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存在感，不仅工作颇有不顺，事业上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，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生肖猴的运势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不仅你们的财运特别的好，工作上你们也会找到方向，在某一方面也能找到自己的目标跟方向，所以好好期待一下吧。生肖马属马的人比较的飘，所以前段时间他们工作总是找不到方向，但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你们的运势就会慢慢的回升，事业上也能找到自己的方向，相信只要你们好好应对，对生活充满信心，幸运之神就会来光顾你们，不仅出门撞狗屎，未来的半年都不会为钱发愁。